Angga siok sendiri, siok lah sekarang. Ui, wow. Ini mah kopi lah. Woi, yo, ini kau leng woi. Ayo, kem leng ya. Tadi kopi ni. Wow, wow. Nah, itu cawe. Cawe ini mah. Eh, ini dari kulit. 这种这么高的榴莲树啊，根本不可能喷农药，所以这种是天然的老树榴莲，没有农药。看到吗？我们已经处理好这个疤，清完干净，所有东西清完干净。过后呢，就是等待榴莲跌的时候。 现在是5月25号，这里的榴莲呢已经开始要跌了。开始的时候呢，它们都会跌臭，跌臭就是榴莲树它们会先跌那些有虫啊、烂的、坏不好的果。当然，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好果。我现在去找，早看有没有。昨天已经开始跌了2粒，所以今天我就开始进来寻一下，看有没有意外收获。 如果有的话，我立刻卡来就来看看漂不漂亮。啊，我们已经在这边处理好、清理干净所有的草，这样我们收榴莲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很容易看到。看到吗？这边就是我们砍的，这个疤很斜，也很高，是属于高山榴莲。 这里的榴莲树呢，都有5、60年的了，这么大的树，有的树是一棵都结几百粒，400、300、500，由于天气问题，今年比较少，但是还可以，最少6月大家有的吃，我也有的吃，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太高了，这棵树，看到吗？太高了这棵树，啊。 看来有没有榴莲也比较难，要现场看，现场感受。所以这个时候在榴莲还没有开始大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做，把一些网啊来顶着它吊在山上。如果吊网呢，也是可以，但是成本太高啊。这里的都是米树，老树榴莲米树，所以成本问题，我们还是会做一个网。 防止它跌下去山下，不要让那些榴莲跌下去。这边也有臭榴莲，看到吗？也是很小心，要小心。啊，开始跌臭榴莲了。我们再继续往上寻找。这个是我今天的收获，啊，这个是松鼠吃过的，漂亮吗？啊，看它的肉是黄色的。 OK， 哎呦，刚刚钓鱼，不要看，哎呀，不，哇，刚刚钓鱼，拍拍下招，还要很小心哦，这个，哎呀，不，哇，这个新鲜的，刚刚钓，拍摄的时候它就掉下来，快离开，我们要赶紧离开这个危险地带，哇，这个紧张，所以啊，这种榴莲园呢，不是说。 要来可以，但是很危险，很危险。如果我刚才就在下面拍摄，那肯定是重头，所以我必须要选一些安全的地方。是榴莲的人都很危险，如果顾客他们要你们要来，也是非常危险，会有生命危险。等下砸到头很危险。从我这边去那边，还不到10多车，是很危险的，所以安全意识一定要有。 我们不只是要吃榴莲，我们还要安全的吃到榴莲，所以你们还是等我筛选了过后带出去和风的 Winglock 茶餐厅，和风的 Winglock 茶餐厅啊，到时我们那边见。我有在那边卖，如果好吃的我在那边卖。这个就是今天的收获，1、2、3、4、5、6、7，这个就是我最想开这一粒，这个就是松鼠果了，不重，这个形状也很奇怪 ，OK。 我们开这个，这种米树榴莲呢会比较难开
比起一般的黑刺啊、猫山王啊，都会名种啊会比较难开。嗯，哦哟 ，OK， 来，哇，它比较难开，哇，黄肉的这个，滚蛋哦，呼呼，哇，黄肉的，滚蛋咯，这个黄肉的，来，再开另外一边。哇，姑娘，黄肉，哇，这个不错，哇，这个不错，这个不错，黄肉的，嗯，很香，凶鼠果然很会选啊，还没有熟透，还没有熟透，刚刚接触，好，试了刚才，现在我们开这里，知道吗？现在要开这里，这里会比较轻，轻又咬到，OK。嗯，有虫，嗯，这些是真正的没有农药的，真正的啊天然榴莲，毫无农药。这个果肉可以吃，这个不错，我们吃这包。对，给，嗯，看到了果肉吗？黄黄的，高山老树榴莲呢、啊？怎样都是米树，有白肉、黄肉、红肉，什么都有。啊，这个是比较偏黄的，和刚才那里也是黄了。嗯，这个它的味道很浓郁，肉很滑，闺蜜闺蜜样的，还有点苦味。这种老树，它的品质是有一定的保证的。好，其他的我留夜一点开，等一下再开。等佢哋揀啲靚嘅出嚟，我邊度要揀嘅？阿哥 short 身子 short 啊，咁樣，喂，哇，呢個唔係嗰棵嚟噶啦，喂，我呢個好靚喂，哎呦，咁靚嘅，頭先嗰棵嚟嘅，唔係啊，呢個唔係啊，你呢個 potato 先，呢啲觀音咗啊喂，哇！靓喎，哇噶，呢粒靓啊，又好食咯，要好似头先个嚟嘅，点样？我只哦，可以啊，有苦味喎，甜，甜啊，浓冇？好滑，好滑啊，靓啊，仲有一只，仲有一只噶，仲有一只，你拣嘅。呢一杯咧，呢个行过好啊，哎呦，蛋鸡，哇！喂，哇，黄黄硬嘅，硬嘅 OK 冇？可以，咁有咁样榴莲啊，咁帮榴莲就咁样吓。你啱啱嗰啲未食过榴莲嘅就咪，嚟嗱巢皮嗰啲嘛。嚟，好等下先吓。巢皮嗰啲嘛。哎哟，呢个好靓啊，呢个好靓啊。嗯，嚟试下呢个咩味道先。呢味道很靓。很够靓啊！靓过头先个样，有苦味哦，少少，少少苦味。嗯，喂，啃嗰啲榴莲好似好得咁样啊！你啊，舌头都得啊，唔得好得啊！啃嗰啲榴莲一流啊！你哋整啊，呢一百六个位粒，吓，白肉啊！嗯，有，哎呦，大黑青啊！大黑青啊！呢度大黑青，边度嗰度啊？嗯，呢边白血，大黑青。哎呀，大黑青啊！呢只，啃嘅。阿羡慕啊！你试先啦，你试先啦。点样？好啊，好嘢啊！好嘢啊！一粒比一粒好嘢啊！哎呀，你睇下眼，气青捞啊，黑青肉啊，玉青。嗯，正。六月一号过后，就开始有卖。就开始大店，大店的时候我们再挑更好的榴莲出来排。今天才第二天，昨天两粒，今天八粒，明天25粒啊，明天50粒，啊，不错，我们下一期见，今天拍到这里为止，我们。
们下一期见。好嘞，走。